市长何志伟算是你的好朋友吗？好朋友，好到会说我是脏脏包这样。市长何志伟算是你的好朋友吗？好朋友，好到会说我是脏脏包这样。所以他曾经说你。哎呦，那算了吧，反正听听就好，听听就好。善意现在每个人都事出善意啊，妈做其他的。他有跟你说他要争取你的支持吗？要选举的人他一定会争取每个人的支持嘛。他只是说对我们来讲，这叫亲疏有别嘛，对不对？